料理咸酸甜，以何种水果入菜？大家料理咸酸甜是以木耳、猪肺与什么水果炒制而成的？应该是 C。这属于它的四焖四炒啊。四炒是哪四炒？客家人一定要知道。哈嘎炒牛，永石炒胎虫，阿翁哎炒快脆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煮鸡，凤梨炒木米，好不好？嗨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